好啦，接着来，接着来，这把来打一场盗贼的 N 特使 C 托打盘盘啊，有远程吗？没远程吗？就是我啦。回去了，回去了，回去了。啊，没远程就是打他，交给布斯啦。嗯，就只打他，不会那个吗？会有反伤。在罩子里面打会吗？会，罩子里面打会，是看暴风继续打。罩子里面打会。然后开场玩几次食物啊，会有巡逻的，对不对？会，嗯，来喽。为什么会有那个沙沙的一只啊？它变身的。对啊，我不知道它这一只的模组也在里面。我知道。放心。放心，放心。放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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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心。放心，感觉有幻灭罩，我不用捡钥匙了。对不对？不用啊。好。我怎么办？
爱超要卡一下世界哦。我还想说这么保守，要回家了啊。黑衣猫，你卡到视角在哪里？鳄鱼我不知道关不关的。都没用，不用躲，让他炸两个。另外这边的柱子反而有用。对啊，这里的这一只柱子，这一只柱子有用。是糊的吧？我刚刚卡这边也是 OK 的，然后卡这边就不行。我是觉得炸两次没关系的，就是不是如果补得回来的话。就炸两次没关系。我弹呢，我弹就好。好忙啊！嘲讽月火轮流按，然后一直在切目标。这只也是要弹吗？不是吧？就打它，不能控制。打掉啊！啊
能不能消魔法？我在区了。真的是很讨厌，在他走前那一阵子还是一样无敌。怪不打。哎、欸，看得、欸。这海潮特使自己跑过来。我以为打完了嘞。等一下，我要回魔啊！你有拖战吗？没有哎、欸，为什么？前面好，好吧。我看这边已经开怪了、啊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放心。他不要躲啊！什么？他那我们叫猫那个风口要躲。没人有断吗？我们刚才大家都关在同一个。好了，你可以去开啦，我已经吃了。靠腰不该喷的。对，等一下有小怪波、啊。对啊，小怪波可以喷。我竟然忘记了。哎、欸，我怎么卡住了？可以。算了。安安你好，是谁？迪哥，好。啊，肚子好饿，我不知道吃什么。我也饿了。
啊，看你刚才不是说出去买东西，是不是到现在觉得没买？我刚刚去楼下找东西吃啊，我没有去外面买啊。就楼下就只有一些糖果饼干而已，有吃跟没吃差不多。你现在是吃早餐吗？那我说再晚一点再去买午餐好了，大概11点左右吧，再去买午餐，早午餐一起吃。干脆连晚餐一起吃好了。连晚餐一起吃。这个想法不错啊哈。没有远程好像有点开心呢。是什么？等一下打尾王说没有人跟我抢位置。可是你要知道，等一下三王没有远程的话，比较不好翻。反正，搬桶子什么的，不要指望我，我永远不知道搬哪里。别那么困。好了好了好了。哎，像现在那种五八子弹啊，你们都是打哪一边？都打中，不是因为子弹只有五八，所以现在是要打哪一边？有就是通常，但我都没打，都没有打到拖打过。应该打后面吧，因为你打这边的话，比较效率比较低啊。后面有特使，不知道特使打不打死。地方。不怕，因为这是海潮啊。没有人上炮啊。
次五发都浪费。阿修，你去拉后面那一波，我要两波一起来，然后你记得开大刀，记得开大刀。补他一下，补他一下。我沉默了，我被沉默了。回来，回来，回来。嗯。好吧。没有你们这一。你们那个火炮现在数量不够，所以都是基本上都是拉两坨，然后你回来后卡视角，然后直接带着 A， 因为你五发刚好可以把一波小怪一整坨小怪带掉，五发全中的话是刚好可以把一波小怪带掉，所以变成是如果你卡视角，全部怪都挤在一起，那我就可以一次带掉了，那个炮就可以一次带掉了。在后面掉这里，那个侦察兵。嗯，这波要打掉了，因为一定会引到。引到了，引到了，二团。会过啦，只是会不会加一就是一回事了。嗯，哎，托达都不少。对啊。如果关门口呢？会让我。我当骷髅，那区要打吗？右边一定要打，我就说门口那区，我要走就关掉。嗯，靠腰，这也中，看，没想到这也中，对，擦边球啊，对，被擦边球打到。到了门口那区。不止门口吧，后面还有两只哎。后面，不能打。这已经习惯了。嗯嗯，
对，我已经习惯了。那房间里面为什么会跑出来啊？不知道。你靠太近的话，它就……主任房间很容易打。你甚至你的招式隔着墙壁也会打过去。啊！我打 bug 怎么那么多、啊？是 bug bug。没子弹了吗？哎呦！我都跑过来了，因为有个也放了炮。我要跑吗？还是那我站住，站住也不行。唯一会站住的那个很认真。
要定位吗？那我拉了。放心，一定会被射死。
这我有战斧吗？这局就先到这吧，谢谢大家。